所以咱真欢迎大家用掌声来甲欢迎。好，来，各位请。准备坐高铁来吃安尼吼，啊，我是有准备差不多两页的这个今仔要讲的啦吼，啊，这临时这个配合处甲通知吼，啊，讲安尼有一段吼，你可能爱来查一下吼，我讲好啊，无问题啊吼，啊，所以临时决定啦吼，啊，到底要讲什么吼？啊，我是想讲，安尼来讲吼，我心内一定吼的问题啦，我家己的问题，就是讲，咱自旧金山合约啦吼，到即马嘛六十几年啊吼，啊，佮自日本时代吼，即、這个台湾文化协会到即马嘛将近要一个世纪啊吼。要到一百年啊吼，咱台湾游园吼也无法度建国，游园还佫伫遐默默守，游园或者流亡的中国人安尼甲咱吞打吼，到底是安怎啦吼？啊，我一直咧问这个问题吼，啊，今仔我想讲，啊，咱等1920年代日本时代吼。到即嘛吼，2011年吼，这个时代每一个时代拢有台湾人一寡精英对时代的这个回应，还是阴影啦吼。咱来检讨这个问题，啊，找出到底是安怎吼？到即嘛台湾人啊，佫无法度。出头天吼，我想用这个问题来讲吼，啊，这个不是，那个你来做啊，是不？快点，快点，叫你啊，你能叫嘞？所以咱知影吼，1920年代、1930年代吼，一挂咱台湾人的这个重要的这个社会运动啦吼。比如讲，伫1921年，台湾文化协会就成立啊吼。21年到即马吼，嘛将近90多年啊吼。啊，搁1922年。哦，这个台湾议会及同盟会吼成立吼，啊，这个、是林献堂先生吼、哦、所领导的吼，伫、哦、这个五峰这个所在成立这个啊议会及哦及成同盟，啊，这是当时日本时代这台湾精英吼，伊、哦、当时是日本人，吼、哦。啊，日本人，但是当时啊，搁是日本吼、哦，把台湾看作殖民的迄个时代的吼、哦，台湾人啊无法度参战，啊，所以就是成立这个议会期，要求台湾人吼、哦，会当参与日本的这个议会，吼、哦，就是要争取台湾人的参政权啦，吼、哦。啊，1926年，台湾农民组合成立。吼、哦，啊，即咱知影的领导者吼，刚健啦吼，有干啦吼，即个人，啊，伊主要是看台湾的农民，和、哦、即、这个日本，即、这个资本家的剥削，
吼，特别是即个蔗糖浸甘蔗的这个代志吼，啊，所以组织即个农民组合，啊来争取伊即个台湾农民的即个权利吼。啊，1927年呢，即个台湾文化协会吼，分咧，就是讲文化协会内底有迄、那个。左派甲右派的思想的这个问题吼，啊，所以这个协会同啊分裂去吼，啊，分裂了后有继续发展一挂组织出来吼，至少我无特别个列出来啦吼。啊，1928年吼，这个台湾共产党伫上海来成立，吼，啊，刷来这个1929年吼。即、这个台湾地方自治联盟成立吼，啊，即领导者是林献堂破背会啦吼、哦。我是简单地举一寡吼，20年代、30年代即台湾人的运动啦吼、哦。啊，我想若要讲台湾历史吼，咱郭博士吼，讲比我较好吼，伊专门研究台湾历史。啊，我是讲大陆吼。咱行过这个将近100年代台湾人对时代的阴影吼，提出什么款的策略，提出什么款的看法出来吼、哦。啊，我想讲，这个20、30年代吼，迄、哦、当时台湾是日本的领土，啊，台湾人就是日本人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款当时这个台湾精英啊。大部分拢受过这个啊汉学的教育啦吼，啊真侪吼认为因是汉人，吼因无爱认同台湾人，啊所以甚至有一挂吼有转学日本语啦吼，所以伫迄当时即精英的一挂看法吼，虽然是安尼吼，因。犹原认为伊是台湾人，啊，争取台湾人的权利，吼、哦，向这个日本政府争取台湾人的权利，吼、哦，啊，来凝结这个台湾人的这个认同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伫迄个时代，因这种回应、因这种引领，吼、哦，会使讲是部分是正确的，吼、哦，比这比。啊，别个迄个年代吼，因提出台湾人的参政权。啊，虽然这运动吼，啊，当然是武力是真激烈啦吼，啊，被这个日本政府起诉的啦，啊，判刑入狱的啦，迄当时入狱拢判3个月、4个月啦吼，唔是像国民党时代白色恐怖吼。就是枪毙，无就至少吼，无期10几年的吼。迄当时是3个月、4个月入狱啦吼。啊，所以过去咱这台湾的前辈吼，和日本人啊判刑关的吼，咱所知影吼，这个蒋渭水先生吼，这是医生啦吼。啊，蔡惠如先生、王明川、蔡白慧。吼、哦，啊，林幼春，吼、哦，江杰，张清切啦，吼、哦，这是文学家，吼、哦，罗河，吼、哦，这医生兼文学家，啊，佮杨贵，吼、哦，这文学家，哈、啊，平定这的人，吼、哦，拢捌为着台湾，啊，来坐牢，吼、哦，来拍拼过安尼，啊，特别是1934年代，吼、哦，因为我本身是学艺术的，吼、哦。啊，特别关心这个1934年有这个太阳展、太阳展啦吼，啊，这是针对日本时代的地震吼，因为地震拢爱经过啊日本艺术家的审查，台湾人的作品啊，提交审查，经过因的审查，才到入去吼的得奖吼，啊，所以台湾人就咪讲安尼。咁对，应该是唔对。咱台湾人家己审查咱台湾人艺术家的作品，安尼较对吼。啊，所以1934年，哦，由这个
当时的陈直奇啦吼，直奇是真优秀的一个艺术家，可惜呢，30几岁就过身啊吼。陈直奇啊，廖继春啊，拢知影吼，真有名的这个画家吼。伊即马伊的画伫拍卖，中咧拍卖吼，拢上亿个吼，台币上亿个吼。啊，李石桥吼，啊徐小刚吼，啊甘水龙。咱最后检测，咱敢唔知吼？伊捌伫即个即卖成功大学建筑系吼，早期的叫做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叫做啥物？工专还是啥物吼？伊遐有教过册吼，啊李梅秋、杨三郎、啊陈林波等等吼，即个人吼参与即个创会啦吼。啊，所以1935年即个太阳殿吼，会使讲。伫当时日本时代咧争取即个艺术吼文化，即台湾人诶即个主体性吼，诶一个真具体诶一个表现啦吼。啊，但是即个经过2030年代了吼，进入去1940年代诶时阵，即个台湾精英吼，哪像有一寡改变。啊！伊个改变吼，大部分真侪咱拢知影吼，伊拢去日本留学，去日本读册，啊，毕业了呢，走去倒呢，怎啊走来中国的华北去？啊，是安那有即种风气吼？我个想吼，就是迄当时只台湾精英啊，有一个祖国迄个梦。如果哎呀，中国嘛是咱白白咱共迄个血缘的吼，迄是咱的祖国啊。啊，所以虽然是伫日本这个时阵，台湾是日本领土，伊是日本人，但是伊心内是效忠中国，不是讲迄个祖国是咱将来的愿望吼。啊，所以即毕业了，然后拢走来遐去，吼，真济人吼。啊，甚至因走到中国去了吼，中国人看无起台湾人，啊，所以因这台湾人唔敢伫中国讲因是台湾人，所以用一个名词叫做白旗吼，白汉旗吼，白旗来代替迄个台湾人吼，彼此之间就讲咱是白旗啊，哦，唔敢讲咱是汉旗啊吼，啊，所以。讲起来是，我来真悲哀啦吼！啊，即个台湾人甚至是即个中国甲日本战争的即个期间吼，啊，佫留伫即个中国的吼，哦，即个我有列一挂人啦吼，像吴三连啦吼，杨调家啦，张清切、张五军啦吼，即拢文学的吼，洪延秋、黄丽慧。张星贤、吴金川，哦，这咱较唔捌啦吼。啊，陈忠光、李金晶、苏祖，这个唔知要怎读，叫做苏祖恒个声吼。啊，张立和、陈林波吼。啊，郭碧川吼，郭碧川是我伫清大个老师吼。啊，甘文烈、苏明等等吼，这老拢去过中国，啊，伫战争期间拢留伫遐吼。啊，甚至呢，有一挂搁替中国国民党，甚至中国共产党做代志的，吼、哦，像苏明去到日本，伊就投入去共产党来拍国民党，吼、哦，啊，真济啦，吼、哦，像甘文烈真伟大一个音乐家，结果走到中国了后，战后走袂出来，所以到尾嘛死伫中国，吼、哦。足可惜的啦吼，啊，所以1945年终战了后吼，即个祖国派留伫中国即个所谓咱的即个前辈台湾精英吼，有诶就对国民党转来，哇，转来要来接受台湾啊吼，啊，有官人做啊安尼吼，所以真侪迄个时代啊，对即个蒋介石。吼、哦，代表民军来转来台湾的吼，即会使讲因哇又回归祖国安尼吼，
真欢喜啦吼。但是经过1947年2月8的时阵，开始杀人啊，啊，这人就有一挂杀夫掉啦吼。啊，这咱知影2月8的代志，我想是详细免讲啦吼。这2月8蒋介石开始杀人的时阵吼，啊，当时假蒜红廖凤仪，这人就走啦吼，走经过香港。啊，食雪红是经过香港走去中国，啊，廖凤仪走去日本，吼、哦，啊，像苏炳荣嘛走去日本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因伫经过2月8事件了，因才发觉讲，哎，啊，祖国派不通啊，哦，咱祖国所甲咱抬咧，啊，咱互咱走路咧，吼、哦，所以不通。他讲：“哎、欸，台湾应该是爱独立吧，变成一个国家才对，家己管家己才对吼。啊，所以会使讲2月8事件吼，虽然失败了吼，失败啊，但是2月8事件使这个台湾吼，迄、那个中国梦无去破去啊，促成这个台湾。”爱建国、爱独立的迄个想法啦吼，迄、那个思想嘛是经过2月8事件吼，遮尔啊惨烈的牺牲了，才得到这个思想出来吼。啊，咱知影吼，1949年蒋介石流亡来台湾吼，这个何水源、林志雄啊，讲啊真清楚吼。啊，1949年了，就白色恐怖开始吼，啊，进到台湾，吼啊，这台湾人就开始走会走啦吼，啊，掠去关掠去关吼，啊，即摆进入去50年代、60年代吼，差不多我的较前辈，我差不多逆上迄个年代，啊，甲我这个年代吼。我是1962去美国的吼，啊，所以就是讲50年代、60年代，即台湾人，伫台湾内底吼，当然受到真大的压迫、真苦闷吼，大家拢要想要经过留学啊，走离开台湾吼，啊，真济啦吼，啊，我是其中一个，就是讲。走离开台湾哦，有法都走离开台湾去留学吼，去到美国吼，大家迄个中国国民党迄本护照吼，就搭在变数啊吼，准备无要转来，吼，拢有这个决心啦吼。啊，但这个决心吼，只不过想起来吼，并不正确，并不正确，我来检讨起来吼，迄阵就是讲。去美国了后，学美国的现代的思想，因的科技、因的专业了后，爱回来台湾，爱回来台湾拍拼较对。啊，结果这留学生吼，拢无爱回来，啊，在外国、在日本、在美国，吼、哦，成立这个台湾独立运动，哦，就伫海外做运动，啊，结果对岛内的影响较少。啊！因这中国人吼，包括有我一挂迄个大学的同学啦吼，因较巧，因有下边去不过了吼，随转来吼，转来咧创啥？卡位，转来大学内底卡位，各机关内底卡位吼。啊，所以伫差不多1990年代了后吼。这个黑名单开放的时阵吼，这留学生开始回流拼回来的时阵吼，哇，人拢考未起啊！你椅啊都无人坐啊！就这个情形发生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我伫1991年转来吼，当然迄阵是差不多黑名单要开放的尾啊啦吼，我迄阵也未开放，我是搬厂啊转来吼。哦啊，结果去哦，你认为伊甲判一年，佮你爱关一年吼、哦？
结果我要成功大学，讲要去教书，我失礼吼，无位啊，无位啊，所以有这个问题啦吼。啊，所以这个五科年代、六科年代就是这些人吼，拢变去美国，变去日本啦吼，真济啦吼。啊，所以伫海外从事这个啊台湾海外台湾人的运动吼啊。较早，比如1964年，平民命定吼，我发表一个台湾自救宣言吼，啊，70年代市长的这个案件吼，伫纽约发生吼，啊，甲1979年吼，高雄的这个美丽岛事件吼，所以伫这个年代有发生这个代志吼，这个运动。今嘛，说来到1980年代啊，啊，咱知影1987年吼，国民党的这个戒严法戒毒啊，哦，无戒严啊，啊，这个无戒严了吼，无危险嘛吼，台湾人大家拢拼出来选举，吼、哦、啊，烧这选安尼吼，啊，因为我认为参加这个。中华民国也好，阿我是的选举也好吼，是对台湾有利还是不利吼？这值得检讨啦吼。啊，但是我的看法是较不利啦吼，因为咱参与中华民国体制的选举吼，等于咱咧竞这个政权，竞这阿我是，咱咧继续。延长中华民国的性命，吼、哦，所以有这个排除，啊，让台湾人煞误会，让台湾人误解，我哎，啊，咱是中华民国啊，中华民国在台湾是对的啊，吼、哦，这是不正确的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投入去这个选举，啊，国民党嘛，要搞设计这个选举呢。每当拢有选举，有台湾人安尼无啥个，他家拢是选举吼，啊，所以唔知影讲台湾人最终的目的，就是爱建立家己国家，你有国际地位，你较有做一个台湾国民的迄个尊严啦吼。啊，即摆咱拢无咧想遐，咱就是他家来拢选举去啊吼。所以讲到选举吼，1900年代，差不多9年以后吼，这个奥妙大陆解除啊，啊，即海外即台湾人吼，过去咧做台湾独立运动的，拢拼拼倒来。啊，当时我伫美国的这个大陆联盟吼，伊有一个宗旨吼，宗旨就是讲，咱要用一切的手段推翻国民党。哦，啊，这个手段包括武力，哦，枪杀也好，你要杀人也好，吼、哦，就是要推翻国民党政权，吼、哦。但是奥妙大陆解放了，吼、哦，即个过去讲要用一切手段要推翻国民党啊，吼、哦，拢变倒来台湾参与中华民国的选举，吼、哦，向中华民国效忠，我。诶，啊，过去是对啊，唔对，吼、哦，啊，即摆那变做安尼吼，啊，所以这人呢，吼、哦，比如讲较有名的啦吼，蔡同英啦吼，即高级的立委吼，啊，张灿龙吼，选过这个台南市长吼，啊，柯建材吼，台南市长，啊，王欣南吼，啊，台南的立委，啊，李议员吼，这个分林的吼。哦顶顶这人过去都伫美国这个独立运动内底领导者吼，啊，即摆倒来台湾，伊所未去过去伫海外拍拼啊，迄个目标吼，倒来煞中华民国老条条，我对啊，中华民国对啊，你甲改一个名就好啊咧，吼、哦，迄不遐简单吼，啊，过去伫美国这个陈良志吼，哦，这个法学博士。耶鲁大学的吼，哇，真优秀嘞吼！
伊嘛根据即个旧金山合约哦，啊提出我台湾地位立定的吼、哦，啊即马变做个台湾了后，我即马变做台湾地位定吼、哦，啊伊的讲法是讲安怎定嘞？伊讲有啊，台湾的进化论嘞吼、哦，因为台湾经过民主化，经过台湾人的双固吼，啊所以台湾地位变做定，变做是。一个独立的国家吼、哦，我想这朴树唔知哪学的吼。那、哦、讲一个国家的形成，甲来演变落当来吼，无、哦、经过任何的条约、任何的条文吼、哦，一个地位未定的这个土地会当变作一个独立的国家吼、哦。啊，这我嘛想袂晓咧吼。啊，伊过去拢一直咧推广啊，大家来加入闽南国啦吼。哦啊，我就该，我拄着会甲问我，啊，你要加入联合国？啊，请问台湾的国家是啥物名吼？伊煞印袂出来哩，吼、哦，伊就不爱插话啦吼，无、哦、我哩个人是咧创啥个？所以，即个代志了后吼，即摆进入去两千年的时阵哦。阿扁啊，我真正选到所谓的中华民国的总统啊咧吼，啊照讲来讲，啊会当改名啊，毋是正名运动啊，对无？改一个名就好啊。结果阿扁啊做到最后嘛讲无法度，就是无法度啦吼。啊，结果伊家己嘛互拍入去乌龙咧吼，所以这条路是未通，正名运动未通啦吼。啊，到目前为止。立场伊嘛搁咧杀正面运动诶，吼、哦，讲改一个名就好。啊，一个国家改一个名，你讲中华民国改一个名，嘛是中国诶，吼、哦。啊，中国，咱拢知影一个中国就是讲迄边诶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人啊迄边诶中国较是中国啦，吼、哦。伫世界拢公认诶。啊，你中华民国是啥？中国无毋对啊，是中国诶叛乱政府啦。叛乱政府，吼、哦，伊是倒无来台湾咧，互拍输的啊！你叛乱啊！所以一个国家敢若会使有一个政府啊？啊，迄个政府就是阿拉啊，迄个政府啊！啊，你中华民国这个就是假中国啊！吼、哦，啊，你讲这个假中国，甲换做台湾，嘛是中国政府，中国的流亡政府，不过你讲换一个名变一个国家，那不可能啊！好、哦，啊，所以，即马一个较要紧的，就是讲，2006年以后，咱知影这个 Richard Hatzer 哈、哦，啊，甲这个林志升并起来吼，去告美国吼、哦，啊，根据旧金山合约，啊，你讲，哎，啊，你旧金山合约都写得清楚啊，你美国是主要占领权国，吼、哦。principle occupying power 哈、哦，啊，你占领权国，你就是有这个权利哈，针、哦、对台湾的主权，你会当处理呀、啊、哈、哦，啊，这个林志雄顶哈，你讲啊，你那是主要占领权国的时阵哈、哦，咱本土的台湾人哈、哦，就会当享受。美国宪法保障之下的基本人权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基本人权包括讲旅行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摕这个旅行证件、护照等的这个自由，吼、哦，这是上基本的这个物件，吼、哦。啊，经过这个法律的这个告诉，吼、哦，2006年告到2009年，吼、哦。法院的判决文嘛咧讲，伊无法度，吼、哦，无法度来讲咱的这个主张是唔对的，吼、哦，伊是讲你是主要占领权国是对的，吼、哦，但是主要占领权国就是拥有对台湾法律的主权，吼、哦，法院是咧讲这个认定啊。这认定是应该属美国的行政部门，
吼，伊法呢，唔敢超越行政部门来认定讲，还是同意讲，这个主要责任宽国，就是对台湾有法律的主权，吼、哦，法呢说唔敢认定，同啊送予这个啊美国的行政部门，就是国务院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问题，即嘛就是讲。诶，法院虽然安尼讲吼，我想来讲法院嘛，甲咱指出一条路吼。以后咱的拍拼到了方向，毋是等美国的司法去，应该是等美国的行政部门去。啊，行政部门要听啥呢？我想美国的行政部门啊，应该是听国会，美国国会，美国的参众议员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我想是，利空吼，两千年以后，啊，是讲旧金山合约六十几年来吼，提出这个啊台湾建国吼，这个法律的理论吼，我想是非常正确啦吼，啊，会使讲是六十几年来上伟大一个论述啦，我会使安尼讲吼，啊，所以。所以，直接我甲瑞切吼，甲林志雄吼，第上大的建议吼，你对台湾人将来这个讲的吼，会非常大啦吼。啊，但是我是想讲，即马有啦，你有一个民政府吼，但是民政府袂当坐伫遐，吼，坐伫遐要当办公的吼，嘛无啥物功能办的吼。即马就是讲。台湾人爱行动，啊，行动的对象是对，你来向美国国会，啊，找美国的参众议员，讲老大啊，啊，你嘛爱担当一下吼，阮台湾人安尼六十几年来安尼互欺负安尼，啊，你做老大安尼坐伫遐跳跳到咧水球，啊，敢对唔对啊？你爱担当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台湾人爱发声啦，吼、哦。啊！即马伫美国洛杉矶迄边，有人开始要促成一个联署啦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台湾人爱来联署，吼、哦，啊，联署即个物件，啊，向即个美国国会来要求美国爱开始行动来解决台湾的即个问题，吼、哦，啊，我是讲。这个方向应该是正确的吼，走六十几年内底，较走入去正确的路吼，啊过去拢伫遐踅衣裤啊，搁踅来踅去吼，踅拢袂出来吼。即摆有啦，这条路有清楚啊吼，啊清楚啊，就是讲咱大家爱行动啊吼，啊大家这尼啊赶全台湾拢啊拼来到遮吼，啊来上课吼。就是要开始行动吼，啊，我是提议讲，咱这个核心的这个民政府的人啊，林志兴瑞泉这人啊，应该爱好好来思考讲，这个运动连续的运动要安奈来进行，要安奈来杀吼。啊，我这个有提一寡资料，就是讲洛杉矶那边写的吼，迄、那个。连署遐物件吼，是毋是咱需要改修改、改订正一下了后吼，啊，咱台湾这边家己来设这个物件吼，啊，来配合因吼，啊，来进行这个物件。啊，所以我想讲，这个1920年代到即马，台湾人的这回应吼，对时代因应。行到即满，咱行着会使讲较正确个路啦吼。啊，所以我是想讲，啊，真欢喜吼，啊，有机会吼，啊，斗塞即个物件啦吼。啊，但是即个如果主要啊，民政府还有即个共识，啊，认定即个共识，靠我都推即个物件啦吼。啊，这是我相信这条路应该是。会通吼，真会通安尼吼。啊，我想，我这个回应
回顾这个幼儿空年代到即马，目前吼，台南过去所做的一挂运动吼，啊，直接我想做一个结束吼，啊，我是希望各位吼，啊，看有啥物问题，吼，大家要来回应，啊，是要来对优的提出来吼。大家来讨论下咧吼，以上我开放啊，大家提出问题啊，系。我想问陈教授，就讲咱西平镇伫林进栋，伊个林进栋吼，成立创党大会，伊伫燕山分店吼，就伊拢用业务啊是交大人员收买叫买啊算命吼。的秘密，咱民进党也是台湾社团内底。哦，啊，我伫伫种迄落，着分南下世纪大变局内面，有看到郭培芳、刘俊荣，哦啊，李应元啊，遐等等哦，因啊刘灿荣，尤其蔡同荣哦，还是因伊郭培芳，伊后来一段时间无离开了，然后伊。都用你咧做土木做啊，足成功，所以伊只应景吼，就伊只可能是因迄种潜力的啊。尤其迄落刘俊雄吼，伊做咧做行政议定的时阵，伊阿扁啊，伊咧伊总统府咧国家跟阿斗啊会面的时阵，伊竟然去会合室，迄是毋是？对，我以前拢想无，啊，阵啊用这来想吼，就豁然开朗。就是了后壁用户阿扁啊，无法度做代志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这吼、哦，这个咱一定爱对这个事件吼、哦，好好啊检讨，吼、哦、啊，咱我爱知预防以后如何预防这人，跟避入来咱这内底，这个重视解决。啊，你几个人请林迄个林教授吼，迄、个给出伊个意见，对下。我想吼、哦，这个廖伯啊，唱入去民进党内底，我想这绝对是有啦吼、哦。甚至民政府内底是不是有？吼、哦，嘛真歹讲啊，吼、哦。哎，所以不管是安怎吼，当然咱家己爱真谨慎来预防啦吼、哦。啊，贵平啊，我是。我是捌伊啦吼，伫台南我原来有接触吼，啊，伊政治无参了吼，啊，赚大钱啦吼，啊，工程做了袂歹啦吼，啊，伊是毋是过去了别啊？咱毋知，吼、啊，咱无迄个证据，吼、啊，甚至讲蔡同荣是毋是咱毋知影吼、啊，咱无任何证据。不过迄是民进党的代志啦吼。咱可能也免甲伊烦恼遐济吼，咱家己民政府调在吼，啊，行咱的脚步吼，啊，咱都行较紧的，啊，脚步行较大嘞，啊，民进党莫甲插遐济吼，我相信足济台湾人拢互民进党拖咧死吼，啊，所以咱即、這个。形势吼，形势应该该改变啦，吼、哦。咱卖对，你看迄个民进党伊即个台湾前途国语文都无正确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伊要带台湾人行得对去，行无路啦，就是行无路，哎、嗯，是，哎。哎，到时吼，啊，迄、那个。各位前辈，其实吼，我感觉台湾的这个所谓民主运动也好，还是建国运动也好吼，伊所产生所上大的问题出于台湾人拢相信神啊，所以遮咧带领人拢咧自我造成运动，包括国民党过去嘛是用造成运动来咧欺压台湾人，啊，这个造成运动有产生一个足大的问题，就是讲伊国民党。甚至替咱做事，吼、哦，这个人实在是白养一个。伊甲咱讲，这个人伊上惊伊个，伊上无爱个，所以台湾人拢遐选予伊。
或者是讲伊讲足介意这个人，讲这个人上好，所以台湾人嘛相信伊，你选予伊，结果造成这人对咱的带领是错误的，咱嘛当作是真的一直行去，所以规定跳去死，哦，所以讲。我做希望台湾人爱读个醒起来，毋是干呐单纯讲做对个代志尔啦。因为你认为做对个，是因为你目睭向空调，你认为对个。所以你目睭若闭乌金，头壳拍乌开，对无？卖去造成运动叫骗去，你才会当行出真正个路。啊，因为造成运动佫一个危险性。如果这个人咱家己佮当作神个时阵，万一国民党把这个人买收去，或是佮伊单挑去，就变作军粮腐朽。啊，就大家拢都去互去互消灭一概去啊！哦，比如讲像做一遐有名人，咱免阁讲名啦吼。到即阵，你看因的下场是啥物货，或者讲伊即摆伊的行为是啥物货，咱去来检视一下，安就好啊。啊，至于讲叫爸啊，我讲任何一个国家、任何一个团体拢会有。哦，咱若脚步，若头仔讲的讲脚步行较紧的，咱就伊就对袂着，伊就自然伊会用淘汰去啊，就是啊。多谢啦吼！我想是，你讲的这是正确啦吼，啊，就是讲咱行咱家己的路，啊，这条路要行嘞，我想是宣传真要紧啦。宣传要安那，予台湾人来了解，民政府这个主张、这个看法、这个论述，吼，啊，所以。我想民政府吼，袂使坐伫办公室，应该落乡啦，要下乡啦吼，到各乡镇去讲这个论述，予台湾人来了解，安尼较有法度改变台湾人吼，啊，无是干呐少数的人了解这个论述，结果呢？这个运动，这个风气，嘛煞袂起来啊！哦，啊，所以就是讲，这个宣传教育啊，非常的要紧啦吼。啊，目前当然，这个林志兴有啦吼，伊海洋之声啊咧讲吼，啊，伫网络啊咧讲啦吼。啊，问题是，菜市的人伊都无咧上网络咧，看无咧吼，啊。庙口的人嘛无咧顺网路咧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就是爱行入去各乡镇，啊来讲这个物件，较侪人来了解，较侪人来认同，安尼咱才有法度成功啦，吼、对，我请教伊吼，既然 Republic of China 唔是一个 government 吼，啊，伊何来法律呢？啊，阿边个系多乖呢？哦，无，咱都已经无个，这是一个地理动作，咱伊头什么法律咧咁乖？哦，这第一点，第二点，即、这个教授拄仔咧讲下乡迄、那个宣传的代志吼，即牵涉啊一点一点啦。啊，实际上你讲这是特别正确，因为台湾人甲政治还阁安尼懵懵懂懂，哦，啊，我请这讲人有迄个时间的限制，哦，啊，咱的子孙，哦，是无穷尽，所以咱伫这辈，哦，这个台湾，咱根本秉承这个做 KMT 来直接甲咱糟蹋，哦，啊，咱伫这有生之年目睭未开以前。希望讲，即个做会当将即个台湾即个土地创个好势，互咱个子孙有一个净土通个净土，有一个 fresh air 通个，或者健身体当健康，多谢你。感谢吼，我想阿欧是，伊是一个政府啦吼，无毋对，但是伊是一个流氓政府，哦，啊，这流氓政府变作统治全台湾吼。那是无合法的，是非法的，哦啊！所以咱这个观念、这个想法，要讲给台湾人了解。若了解的时阵哦，咱就袂去，袂讲一日到想要去选举，
要去中华民国内底选举，哦，因为伊用迄个中华民国吼，迄、哦這个台湾管的法，并无甲认定啦，伊是甲认定讲台湾地理当局当局啦吼，伊、哦、是一个地理当局吼、哦，啊，伊讲伊是中华民国，伊本身就是无合法啦。咱来认定伊是无合法，啊，既然是咧无合法咧，一个团体，啊，咱拼落去参加无合法团体选举，安尼敢对？唔对啊，啊，所以即个讲互人了解，哦。啊，兄弟好，咱即摆台湾人吼，有哪足侪人知影，毋是毋知啦。但是即个咱来讲，即个民进党的主席蔡英文，伊嘛知影讲，即个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，伊嘛有讲，但是呢，个人拢是讲得真好听啦，利益啦，马利啦，为了马利的关系啦，哦，你即摆安怎讲呢？你讲即个，伊就知影讲，即个中华民国就是流亡政府。伊即个国民党诶，即个议员逐个咧攻击，国会议员啦吼，讲你讲，你民进党，你讲我伫无政府，你无应该参加选举啊？伊讲我冒理啊，哦，我伫即个菲律宾，我有经验啦。你即个马克思就是互美国啊解脱来啦，伊讲你迄落失去民意啊，所以讲咱今仔日，阮会做到遐艰苦。上大个责任就是民进党，你无要合作，你讲存在你台湾咧念袂出啊？足侪人含去你咧美国遐咧，逐个咧打拼，转来伊嘛是中华民国无条件。哦，即个咱即个住伫海外，即个蔡明华先生啊，伊讲啊嘛真有道理啦。啊，咱美国人看咧有啥啥？啊你？即个啊，咱伫遐咧外国一个查某的，吼、哦，啊含一个查甫伫遐咧冤家，吓、欸、啊，佮是阿妈某，啊要看佫毋是咧，啊咧，佮为了大片冷条条，吼、哦，应该来是即个匪徒啊，你应该共杀掉去啊，你是安怎共冷条条？人大家看了美国人看了毋啥啥，啊你这是啥物阿妈某啊是毋是啊？啊来阿妈某人无要参咧，阿妈某咧冤家，咱参要做啥？所以讲，咱台湾人讲得真好听啦，像阮你咧头仔咧讲啦吼。所以讲，即回就是民进党无爱配合，伊来配合吼。你讲，我民进党，你即个蔡英文，你若是讲今仔有迄落气片，你宣布讲，我民进党无爱参加选举好，啊，我即个二十几个即个民进党议员，我也辞掉。啊，跩民进党支持民进党，阮以前嘛支持民进党，哦。跩人啊，出来行街头，二十万、三十万出来行街头，美国啊，今仔日一定来处理。伊讲你是，伊这个中华民国已经互台湾人淘汰啦，伊这个吼已经无够气啦，那伊就被淘汰。所以啊，你吼，我简单讲啊，你咱台湾人拢为了马利啦，讲好听尔啦，为了马利啦。阮这个吼，阮这个咧团队吼，嘛哪有呢？有诶嘛是咧，因我存讲是讲伊随时认真先，啊，但是咧，我有诶嘛走去，咧走过，哎，走过咧是真热来哦，赶紧咧，随时拢不到咧，咧做官啦，民进党也受伤啦，是无咧民进党吼，伊即摆有诶嘛咧讲咧，伊即个伊讲吼，我伊咧嘛咧讲咧，我讲啥讲啥。因为时间的关系吼，时间控制了真准啦吼，所以刷咧还佫有迄个江苏的安排吼，啊，今仔真欢喜吼，我简单讲一个问题吼，啊，希望大家三甲啊共同来拍拼吼，啊，为台湾安尼，哦，以上感谢大家。多谢郑志才先生，甲咱讲咱这精彩的秘书。